你说这好久啊，是阿林这边就有。怎么，我跟你说吧，你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，你喜欢赵一红，你就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？还有，大哥，你是不是缺心眼啊？你怎么不跟他说你做的是不是这么难吃，让他不要给邓尔豪呢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是看他手上贴创可贴那样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哎，要是我妹用石灰给你做包子吃，你吃不吃啊？上吐下泻，我也吃的一脸香，好不好？ 我还得求求他，上次不是说用泥巴给我做，我照吃不误。冷子枫，现在是二军劳动时间啊，场地整理完了没？整理完了，就替我们把箭袋背回去。这不是二军的工作。哎呦，可笑！让你背你就背，哪那么多废？